好，带你来关心，我在台北呢，有一名廖姓补习班老师，长期呢就利用在帮女学生补习的时候，拿着手机呢在桌子底下呢涉嫌偷拍女学生的裙底，而且呢他甚至还在厕所加装针孔摄影机来偷拍女学生如厕的情况。而这一起事件为什么会曝光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女学生发现老师的情况有一点怪怪的，然后呢是用这个手机来反搜证的这种方式呢来发现老师有偷拍的情况，赶紧呢跟家长来告知，家长呢也赶紧呢向警方来报案。而在今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呢，这名廖姓补习班的老师也在亲友的帮忙之下以3万元来交保。我们来看一下台北地检署的最新现场状况。话要说啊，你有没有道歉的话要说？到现在到现在，你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吗？你没有道歉的话跟女学生说吗？那么可以看到呢，这一名身穿橘黑色 polo 衫、戴眼镜的男子啊，就是这次涉嫌偷拍女学生的廖姓补习班老师哦。根据警方调查啊，其实这名廖姓补习班老师从10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开了补习班在教课，大多的都是采1对1以及1对2的方式来教导女学生。但是呢，他这个偷拍行为啊，至少长达5到9年的时间。而警方呢，也在他细致的住处有发现了他的电脑里头有高达40个资料夹，疑似呢都是这个偷拍的影像啊。那么在最后呢，也是依照妨害秘密罪呢，将这名廖姓补习班老师来移送侦办。而在下午呢，其实，这名廖姓补习班老师呢，也在亲友的陪同之下呢，以3万元来交保。以上是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